地天高地，人生有数世上里，富贵将如草上霜。我什么身份？代表过你家。人生只是如梦幻泡影啊！你真正好好想一下啊！这个世界有你的成就，有你的亲戚朋友，还有你的国家。小董，小董，我已经出家了，请叫我方毅。请你跟我讲，什么是爱啊？爱就是慈悲啊，有够世界，心广宏大，我伫咧内面找到自己归宿。只要是对佛祖有意义，咱拢应该做。你这面筋收破吧！我甲你换一条，我甲你换一条。不可，不可啊！你恁的眼中出家人，是会用看见外禅吗？尤其现在乱世，需要安定民心，更加需要阮出家人的时阵，你哪会当讲出家就无救国救民的用途吗？完成了后，最重要的是爱对象，弘扬佛宗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啊！